接下来看保新乡的这比卡社区，暗时的时阵是伫五重宫公庙的头前来举办社区闹玩笑活动。调讲有这药丁梅以外，毛发红包，甲这社区大海栽个演出非常的精彩。毛这个活动啊，是闹热滚滚。第二波小区大学萨克斯风班的演奏之下，是带动现场欢乐气氛。在个表演以外，也个有红包祝贺的活动，让民众感受到过年喜气。这是保新乡比卡社区在暝暗时，伫这五龙宫广场头前举办这社区闹元宵活动。除了有药丁梅，也个有发红包以外，更加是结合社区大学的才艺演出，让规个活动是相当的热闹，也个有相当的精彩。啊，咱来比卡小库理事长，现在的来黄理事长吼，伊嘛是新官上任呐吼，咱新人新气象啊，所以咱比卡小库吼，今年办的元宵活动、猜灯谜，还有提灯笼啊，所以因为咱的小库就是有办这种类型的活动，所以咱的小库带凝聚力愈来愈好，啊，咱的村民的感觉讲愈来愈温暖，啊，感情的带愈来愈好吼，啊，所以咱保新乡公所嘛，一直秉持这个观念吼，就是咱尽量来把咱的小库给带动，和咱小库吼。越来越提升，让咱的社区的居民的生活，咱的水准，咱的感情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进步吼。啊，自这个咱的新年开始吼，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马年行大运。比卡社区吼，为着要庆祝这个元宵节，邀请到咱的萨克斯风来表演，以及咱的木吉他要来表演，吼，咱的乡民有一种无同款的元宵节。过来，咱有自制灯笼来送红包，哦，啊，咱猜灯谜活动，啊，以及咱来上一个咱社区的意向、社区的 logo， 哦，和咱的乡民来了解咱的社区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乡公所主委表示，社区举办安尼活动，除了让社区民众会当感受到过节气氛以外，更加是当凝聚社区居民的向心力，共同来欢度属于社区的元宵节气氛。中央新闻由公关部新报道。